太仔啊，好耐未试过咁早起身啦。点解今日咁早起身咧？因为今日要去排队攞飞啊！攞咩飞啊？就是、亚冠杯嘅门票啊！因为咧，天津下个礼拜会搞呢个世界经济论坛，所以咧就移师咗嚟澳门氹仔嘅主场度举办啦。呢个系一个千载难逢嘅好机会，我终于见到柏图啦！所以我一定要做到第一个飞人啦！好，出发！好紧张啊！快啲去啊！唔知道有几多人。快啲行！我真系太天真啦！我以为六点钟出门口就可以第一个攞到飞啊！都排到几前噶？仲有百零个度啦。唯有等啦，冇办法。其实而家仲有成个钟先正式派飞。第二个人龙已经望唔到尽头，你哋睇下，唔系责任啊，系爱啊！六七六七，原来仲有丑攞噶，不过我系第六十七个，做唔到第一个。终于喐啦！终于喐啦！终于喐啦！等咗好耐啦。不过仲要入去咯，原来系变态啊！佢系分批入嘅，而家我系第六十七个咯，佢系分五十个咁样入咯。终于攞到啦！天津权健队六到六角个飞啊！入边个馆咧有两百几人啊，咁而家见到出面仲都有几多人排啦，我终于攞到啦，耶！出面仲有咁多人排紧啊，好彩早嚟咗啦！总结翻今日嘅任务啊，其实都算成功嘅。虽然我做唔到第一个攞飞嘅人，但我都攞到四张飞啊！终于有时间食早餐啦！中意太仔影片嘅朋友，欢迎揿个订阅同埋 like， 多谢，下次见。